终于等到马克被欧文掰弯了。哎，但等一下，在拍摄床戏前，欧文还有个人要应付应付。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想看的、啊，他们专门来就是想看这个。Action！ 还有这个，谢谢，庄哥。哥，你的脚快来看看，你脚开了干嘛？脚开开的，脚什么时候？弹起来，弹起来是不是？哦，等哥，先注意一下，好像小朋友哦。这样子不要那么 over 啊，收一点力。怎么了？这是马克的，这马克幻想就是可以。哦，你是我的手，深情看着他，深情有感觉了。好好，马克，你马克，多谢多谢。马克在这，没有，有人在呼唤你。就是你啊，就是因为你才有现在这些啊。虽然只是幻想戏，不过也因为受不了欧文被别人抢走，马克可是要亲自出动吃掉，而不是霸占欧文啦。有点喘，你是喜欢女人吗？那种喘是情欲的喘，不是挺那种喘，情欲的喘。我是喜欢女生啊，他是不是喜欢你？对，那我也喜欢。然后他要上来，对，对对对，好，前车会后。现在后悔，我当时没发现过。然后呢？你是剥掉，剥掉然后出，就请出球，对，出看一下，好 ，Action！ 疯了吗？你喜欢女人吗？但是我也喜欢。刚刚那句话讲的太浪哦，对，应该是这个时候是要认真的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好，看一下。是在回味吗？不是，享受这一刻的宁静。还不错啊，这个节奏还差不多，但。最后你讲完了再上前，那个我觉得我需要你再放松一点。好，这是故意的吧？我想要多闻几次。对，对。好，来，再一个来。Action！ 你觉得你是清醒的吗？之前你会不会后悔？现在后悔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好，他等一下到这边，对，然后他，我这边会停一拍，对，然后你们同事要帮忙说，就是我给我这样，你帮我上来，我碰到我就会勾住，对对对，嗯，但是你把我卡在那边，对。Action！对对对，关键是我帮你看这几把，霸气甩掉。喂！还有啥？怎么又一个了？笨猫吗 ？Action！ 你同事那么优秀。他不理我。C 的12、13、18、19、20。我这边还床咚他，哎，然后我是要这样全躺的吗？可以稍微起来，对对对，稍微起来，然后你可以拉开距离。哇，好冷风啊！
我的饭哪里有观众？等一下我借你的儿子翻，翻然后就开始要做衣服了。好，我们这个饭就到这里，到推倒。要没有力气了。啊，停！再一个。刚忍不住发出一个很深沉的声音。不要那么急的，把它搬过来。哦，牛逼！哎呀，脚会自己翘起，我要脚跳一下。哎，我要脚跳一下。但是我看不出来，刚刚感觉是顺，是因为像是护身倒翻。我要脚蹬得两下，小雀跃。你现在习惯了是吗？你习惯了，我也不太习惯。我们的号码吗？我们的号码就让大家猜吧。就我们不说破。21号。哦，生日3/21。那他们有自己的小世界啦。我是3号，他是21号。为什么你是3号？我生日就3号没。1103哦。哎，对。1103。对。哎，有心哎，记得。看来是马克比较偏离。比较偏离。对，你就点头就好了。你就点头就对了。我好累，我不想理你。数字这一题真的是留给大家自行想象，光是接吻戏就让两人精疲力尽。那么接下来的滚床指令，嘿嘿。太拖了，太拖了。你拖他的，你拖马克的，马克拖你的。没有啊，导演没有啊，他啊是他要拖呢。哇，好吧，累到个极限了。你是不是要先练一下解扣子？有点太久没洗。所以哦，这个角度是不是？我的节奏，那我很乱拖。101不是这样的，没有那么粗鲁。平常是比较温柔型的，是温柔型，温柔型的。那这样偶尔来一次粗暴的感觉如何？蛮特别，我觉得有些激发我一些灵感。对，商队用得上。他就把你哪一面勾出来？好像有微微哦，有微微，好像也没有不行，也挺有趣。这个上身都脱掉了，啃锁骨，跳松，然后就对，然后到最后就是，反正谁的锁骨比较漂亮？好了，你看他的了，就是你锁骨。什么叫啃锁骨？就是吸血鬼啊！就是亲，然后亲到这里，然后有点咬这样子。我啃你，啃到手臂都红了，再加上那一波波的喘息声，哦，激情程度没在跟你开玩笑。只是马克真的做好准备为欧文放弃全世界的辣妹了吗？每周日晚上10点的恋爱是科学，马欧 CP 的进度继续给他看下去。完全乐畅选采访报道。